心的事情啊。说到开心呢，当然这一期就不能不提到张靓颖老师了。张靓颖老师开心鬼啊，就是一上舞台啊，有一种孤冷的感觉啊。走上台，女王哎，但是呢，坐下以后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开心的事情啊。说到开心呢，当然这一期就不能不提到张靓颖老师了。张靓颖老师开心鬼啊，就是一上舞台啊，有一种孤冷的感觉啊。走上台，女王哎，但是呢，坐下以后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开心的事情啊。说到开心呢，当然这一期就不能不提到张靓颖老师了。张靓颖老师开心鬼啊，就是一上舞台啊，有一种孤冷的感觉啊。走上台，女王哎，但是呢，坐下以后就完全是另外。